槟城行程啊，就是整个岛的行踪行程啊，是从230米。哦，槟城这个岛是230万年前形成的。对，这个它的形状。哦哦，它的这种岩石山脉的，才这么一个小东西啊。哦，就是怎么形成这个岛的，他来介绍。你能讲讲吗？来。讲什么？来吧，你的视角猜测一下。这边你看，最早以前是有以前的土著人，对吧？有海豚，对吧？海豹。那现在呢？那个什么大什么象？猛犸象。猛犸象，野猪。那现在你看，轿车和人类。大家住高楼大厦了，有轿车，有市民，对吧？有天上很好的鸟，但是你看。这些有一些的自然环境还是保护的，你看蜥蜴啊、猴子啊， yes. 就这样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的解说。我们刚刚那个登上去的那种瞭望台，对，就这栋楼，它重新弄过了，翻新一下，对吧？是的。然后现在烟雾缭绕的，这张图再拍挺漂亮。哦，它这里就三层，看到吧？这是地面，你看地面，然后地面下面的土，最下面，然后最下面是这种岩大理石。花岗岩吧，花岗石，但是这个是天然的，但是它不给开采。我怎么觉得像那个三层肉呢？所以我们这边才很热。你就说吃，真的是三层肉的感觉吗？哦，看它最高有833米是吗？对。但它这个-27度哎，是什么？是往下吧，往下是27度啦，它又不是打哦 ，sorry， 这个是个波浪线，对，27度。对，你看从最下面这里，我看这里海平面对吧？31.2度，上完这里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应该生活的这个一个区间，对吧？对，30度到31度这样。对，然后慢慢点上山，就温度慢慢点就下降了。哦，怪不得来上面还蛮冷的。缆车的进化是，哎，以前那个以前是木头的，你看吧。木头的，而且是旁边是没有。对啊，对啊，好危险的，我感觉摔出去。这个我们外公啊，以前就是他这个缆车来的。哦。是吧？那工人跟路啊。哦。以前以前的这是他们的工作服。对，整个缆车的这个路程。哦，开关，那就看给你看到整个缆车的一个模型。开的过程，哇，哦，然后上来就到 ，OK， 这些都是以前古老的工具吧？Stretches a distance of 1.96 kilometers from the lower to upper station, which is the. 哦，这里还卖衣服的。这里还有卖 T 恤，升旗山的标志，小缆车的一些图片，买一些纪念品的地方。还有这种吸铁石徽章，这些都是贴在冰箱上了。小徽章，还有抱枕、帽子、钥匙圈，还有卖杯子，纪念品嘛，卖纪念品的。好，我们买这两个。我爱槟城，槟城升旗山小缆车。哦，这里还有两个人，好好玩。还有人骑自行车，还蛮有纪念价值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吃东西啊，来到一间这样的店，是什么店来的？去看看。这里走下去。哇，好香，我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哟。看看什么东西吃，炒饭、西式简餐、拉萨，还有一些炸的东西。这边也是炒饭，各种炒饭。这边是，哦，像那些康档一样的东西，妈妈档。
也还不错。这个呢是面条、炒面啊、炒米粉啊这种。这家是，这家也像盖浇饭一样。最后一家是拉萨，哦，是拉萨。啊，这边也有炒粿条。我现在会说炒粿条，是不是这样讲嘞？嗯，但这边炒粿条就贵一点，好像都要9块钱一份。到底是景区啊？哦，这是有一些炸咖喱饺、炸春卷、炸土豆、炸什么？来 ，OK， 我们选一个冰淇淋。他们这个冰淇淋好重，对吧？对。还有饮料，还有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白浆果，不是它常有这个，有这个什么的坚不辣，不是这个，你是哪里人？中国的，对。没有，台湾叫凤梨世家。哦，世家世家。啊，世家，对。世家它是甜的，这它里装的是。mango。哦，它这里装的，那马来西亚有些叫它是火番是炉。那来个这个吧，这个巧克力加芒果。我们要做冰淇淋，把这个是三个冰淇淋。哦，那你就要那就这个吧，冰淇淋也多一点，芒果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四个。OK。谢谢。开心哦。走吧。吃甜食最开心了。这种感觉像两个情侣。像艺术品一样的啊。我说两个情侣会去吃的这种东西。这也不贵啊，就15块钱，对吧？对啊，因为这么大一个了，你看看。你在景区嘛？拿拿好，谢谢。放心吧。OK。哇，这个很大一个荷包蛋。今天这个对，荷包蛋，炸鸡腿。炸鸡腿。我正要下雨了。他们两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已经下雨了。炒粿条。好吃吗？这个炒粿条还不错。槟城最有名的炒粿条。来了。我们的第一顿啊。等下等一下。饭还挺多的嘛。等它下面饭挺多的。它这为什么是黑色的？它是炒饭。啊，炒饭。对。炒饭。做高了。我们那有那个三白嘛？哇，这个炒饭酱跟我们不一样。是马来的炒饭，不是那种酱油啊，是吧？就是不知道什么酱，是马来的那种酱，对吧？嗯。先这里，吃一点垫垫肚子，对。等会儿还带我们去吃。这里的肯定不会特别好吃的，你对吧？啊，还有特别好。对对，在这里景区，填饱肚子。对，景区里的东西肯定不会特别好吃的，对吧？大家明白的啊。先填一填，等会儿去吃好吃的咖喱面啊。只有这个粿条不错，粿条吃一点。华人朋友的啊，支持一下。吃好了，大家看看，现在外面的天变灰蒙蒙的了啊，都是雾气，不是下雨。我们前面以为是下小雨啊。走，再看看我们下一站去哪里。这边有间售票处啊。这干嘛？什么地震？什么逃生馆？可能就是这种那个，可能要密室逃脱这种可能啊。密室逃脱。啊，这边还有这种游戏的东西。哎，其实玩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我们也没办法全部东西都去玩，你挑几个自己喜欢的。Welcome 啊，这上面也是吃东西的嘛？哦，好像还酒店嘛，这上面。OK，boss。OK。啊，上面还有酒店，看到吗？大家看看，这酒店在上面应该挺贵的吧？风景还不错。这边。这个景点需要买票的啊，它是成人60块，啊，小朋友40，如果你一个家庭的话160。旁边它是有这些项目，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买票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可能是个拍照的休息区吧，应该对吧 ？Outdoor theater， 好，外面它下面都有这个注解的。对，然后到三，
哎，三反而是这样走的。对对对，这边是个长廊的一个桥。嗯。这个桥好像也挺有名的，这个五这边这个桥。四这边啊、哦，我看到别人拍过。有荡秋千。对对对对，这个荡秋千，你从背后这边拍出去都是。你看 Giant Swing 嘛，巨大的。对。秋千。然后，那这个到六是哪里啊？六这边就是一个可能这种茅屋的这种厕所也有，对吧？他说是一个对一个休息的地方。对、嗯就是。然后七就是最有名的啊，这个楼梯走上去，旋转的360度景拍照的，都是啊，对，是被森林都包围着的。然后又是一个大秋千，第二个。对。然后第九个是。看植物的地方，对，反正这个九和这边这个三其实差不多的啊，类似的。哦，然后你看这个大树上面，石可以走到大树上去、啊哦。这石也挺特别的啊，就要去看看。十一，十一是不是这样啊？它是那个上面悬挂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它从这里你看。人是可以吊在上面挂锁的，这是个游玩项目啊、哦。如果说整个60块钱，这个项目也包括，我觉得也不是很贵啊。那你敢玩吗？我敢玩。然后这边可能就是一个 cave 吧，是吧？对，你要过关啦、啊。第一，哎、啊，那个黄金马戏啊，这里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给馆给团长，团长保管。Go， 第一个项目。这个我们全部都这里还可以都哦，其实就这一个小的地方，对吧？这个上课的讲就前面讲点小故事，对吧？讲座。嗯。其实这里面不大的，不是很大的。其实领导演讲，这里面是可能他们重新弄过的。你看这个地上的路啊，跟外面的都有点不一样。还有吊桥，吊在树上。啊，这一块感觉好像是风景相对来说更好一点。哦，这棵树好高。啊，这边看下去的风景不错。这边空气超级好，大家进来就知道了。感觉空气感觉都是薄荷空气啊，感觉。对，60块钱值了，洗个肺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长的楼梯。五很长吗？对，就是条超级长呀！哎呀，想给你们在走廊上拍个照啊，人太多了。然后这里一路走过来，就感觉你都是被绿树包围的，很不错啊。过来放松一下心情挺好。就是里面你过来。要走的路还算比较多的，可能走路不太方便的人还不是很适合游玩。什么意思啊？Where can you see me 咯？哪里可以看到我？这知道。你去哪里可以看到我？晚上吧。我们马来语的。看不到你哦。马来语我都当拼音读的。Di mana di mana anda boleh boleh lihat saya yes 我都忘拼音读的，就是拼音，就拼音，对我们来说就拼音。哦，这边一个荡秋千，还有一个的，还有两个。哦，孩子在叫。好，我们往上走啊，往上走。哎呀，花好香呀！上面这个就等于一个小屋子，里面给你们休息的。但这个石头很凉，超凉。爱竹蜻蜓，
红色。哦，就是个蜻蜓。我可以拍到它，我人不过去就可以拍到它。就你过去就会把那、啊、在上面呢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大哥。对，看到了吗？哦，在这，在这，在这，一个蜻蜓。水里我不知道我拍清楚吗？可能蜘蛛在吗？对，水里你看，这个像小蜘蛛一样。你看这边有蜘蛛，大家看得见吗？就这样一个小屋子啊，休息休息屋，休息屋。走了，下一站，看下面有两个人在荡秋千。这里面不会有的，放心吧。这里面不会有。啊、哦，我从这个路走进来了啊，走进来那个地图上，就看到这个大帐篷，啊、嗯，其实也没啥特别的，也就是一个休息区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好像进来就一下子感觉就凉了嘛。而且你看它这个都是可以拉下来的帘子，一间一间可以隔开的。对，它可能会做成那种啊，给别人住的啊，一间一间隔开的啊。对。它可能有这种活动啊，方便一点。你看前面好像也有个像电视一样的嘛，可能大家搞好活动，然后就把这个帐篷拉下来就能休息了，对吧？对，有可能。对啊，一间一间的嘛。对，而且这边有厕所，别人晚上住的话也比较方便啊。嗯。哎，小把这个帘子拉下来，这样就没有蚊子了。对对，你看它就像蒙古包一样的，你看上面还有个电风扇，就等于这一个电风扇管的这个正方形的这边一个空间，可能就是等于是一个房间。那可能就一二，我算下来可能三，可能就五到六个房间吧，这样子。嗯，挺好的，进来就一下子感觉凉爽。对，一个空间。现在还是下午了，如果是晚上的话，应该更凉啊。更凉。哎，我们现在终于到那个这360度的观景台了啊！我们从下面一路爬上来，现在是爬到一半啊，爬到一半。继续爬。嗯，还没爬完。啊，到这里玩还需要有点体力的啊。那别墅哪哇？哦，那个，感觉是个超老的寨子啊，那个前面。压寨夫人。看到吗？小路心当压寨夫。啊。哎，冰城一桥二桥。哦对呀，过北海的那个桥哎。对对对。哦，那边是。对对对，面前是一桥，哎。一桥后面还有一个二桥，这边现在好像清楚一点了，早上雾蒙蒙的。对，现在能见度稍微好一些了。看这边上去，走一圈走一圈，让大家看看这上面风景。这个哎，一刀都不想剪，给大家直接看，就等于大家也都来过一次了嘛，对吧？看到就是赚到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先转一圈啊。老的这种酒店这什么啊，哦 Hotel， 以前的 Hotel。 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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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没有，我在拍视频，我在拍视频，等一等等一等，别急别急，先走一圈。哇，你看外面的山树，不要直呼我大名好吗？啊，下面的植被啊也好茂盛啊。哦，下面，哦，下面就是我们前面那个一个大帐篷，就是下面。就是你不要走路的时候看下面。我没关系，我不怕。我也不怕，但是它是镂空的，你看到吗？我不怕，镂空的镂空的，我也不怕。它是镂空的。哇，上面风好舒服啊！不要害怕的，不要害怕，你对。哎 ，excuse me，thank you。
哇，都等于被绿树包围了啊。这边等于差不多就转一圈过来了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值得上来一下啊，上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和心情，还是不错的啊。对啊，那边的花，那边的树好像就是我们刚刚上来的那个各种颜色的树啊，花树。对对对对，有红的、黄的，你记得吗？你看冰城多美啊！哎，这只是看到的一部分啊。以后也是你们的第二个家乡，已经是了，已经是了，我觉得叫第二家园啊。